有人。哇，我们先等，还是要等一下。现在8:31，先等下再跟大家一起说 hello。对，对，8个人了。来，晚上好，大鱼叔叔上线了。啊，晚上好。晚上好。还有好多叔叔哦，都是叔叔哎。晚上好，静茹阿姨。晚上好 ，Hello。还有君杰阿姨，你可以看一下，你可以往前看，因为有点距离，太远了。还有那个美琪阿姨，赶快。美琪阿姨啊。对啊。Hello。这个 Miki， 这个 Miki 就是美琪阿姨。好。然后写英文字。好。对，大家好。哇，56个喽。嗨，请大家赶快帮忙分享，因为你今天要唱的歌很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都没有人听过，没有人听过的歌哦，所以麻烦大家赶快跟大家分享才今天要直播。那你现在因为现在已经有68个人哦，你跟大家问好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中彩，好久不见。妈妈说，上次直播在家嘛，直播多久之前了？是一个月。对啊，是一个月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妈妈吼，在你上个礼拜，应该是做昨天，还有上上礼拜，在嘉义的外场都有直播。可是就有粉丝的叔叔阿姨跟我说，那个都不算，因为他说距离太远，他觉得要在家直播，他们觉得才能近距离这样跟你聊天。所以今天呢，你要多多讲话。对，妈妈就不要这样多说了。那你要多练习讲话，因为可能有谁会看。小虎老师。小虎老师会看，不知道小虎老师现在有没有在线上，所以今天要表现好一点。嗨，赶快还有人。Hello。对，来看一下，昨天好玩吗？有人问你昨天好玩吗？非常好玩。你昨天去哪里啊？昨天是去公益表演嘛。对啊，去旗山。对，去旗山。妈妈问你哦，你知道什么是公益吗？就帮助别人。帮助别人。对。对，那你昨天去公益很好玩之外，你觉得还有什么？什么也很好玩？因为我昨天看你要去的时候，你好兴奋哦。我叫你练歌的时候不用了。对，他都说我已经很熟了，但是哈、才超级兴奋，因为你要去找谁啊？去找。你的好朋友，我的好朋友。对，昨天好多很唱歌很棒的小朋友都有到现场哦。对，那我跟你说哦，还有那个从台北来的粉丝叔叔，然后他说他有在小巨蛋听你唱歌。哦。对，所以哦，很多人都很喜欢你，你要跟大家说谢谢啊。谢谢。谢谢大家。那现在应该哦，现在已经有122个人，彩盈越来越漂亮，好像又长高了，天哪！你几米大几寸哦？对，因为每一个人每次妈妈在粉丝团 po 你的照片，很多人都说你好像变高了，再这样长下去你变巨人了。你现在145公分嘛，那你希望长到几公分啊？有没有一个目标值？你想长到几公分？跟妈妈一样高，还是你要跟我比我还要高？比你还要高？比我还要高，我妈妈165公分嘞，所以你要长170吗？170不能穿高跟鞋哦。也对哦。对哦，因为长太高可能会没朋友。彩现在目前是班上最高的，而且他现在才国小3年级。上次啊，带他去逛街啊，去逛那个，就是刚好我们去吃完饭，不是看那一件衣服的店嘛，然后里面不是有个姐姐以为你几年级啊？忘。他说你5年级啊。对啊，因为你太高了啦。他说我5年级，然后结果我是3年级。有一个叔叔说昨天好像要出嫁的女儿，为什么？出嫁啊？有人想看我看彩妈妈的手就好了。对，妈妈哈没有补妆，不能入镜。没有像这种那个小孩子的皮肤啊哈，不需要补妆，因为妈妈皮肤用的比较久，她皮肤才用9年而已，所以还那个皮肤还蛮漂亮的。哦，有人，待会我们来聊聊小巨蛋好，因为有一直很想问说你去小巨蛋会不会紧张吼？我们今天准备3首歌，非常特别。对，对，怎么样特别法呢？因为都没有人听过。对，
可能呢很多很多朋友、哦、有在彩妍的频道啊、哦、在 YouTube 上面看彩妍啊去唱很多首歌啊，可能在以前啊你从大概六七岁啊、哦、就影片就 po 上网嘛，但是今天这上三首歌非常的特别，也要让大家知道说你最近都在练习什么啊，然后在忙什么啊，对不对？嗯，对啊，不然很多人都说为什么都没有看到你啊，在电视上看不到你，但是只有在外场才可以看得到你。所以我们今天呢、啊、我们先来现唱一首歌，因为已经有149个人150个人在等你唱歌，我们现在唱第一首歌好不好？ OK。 那你第一首歌想要现唱什么呢？鹿林的一心。鹿林的一心它是谁的歌啊？乔佑。乔佑姐姐的歌，对不 对？ 对。那你之前都有去外场跟乔佑姐姐一起表演，对不对？对。乔佑姐姐唱歌真的是一级棒，一级棒，很厉害哦。对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呢、啊，我们来唱唱那个乔佑姐姐《鹿林的一心》这首歌，也真的非常的好听，点播率也非常高。那我们现在先唱一首好不好？好、嗯哦，那来宾请掌声鼓励鼓励。
家。好，你先坐着哈，来先喝一下水。刚刚有叔叔说撒花又转圈，很开心的意思。还有，你刚刚有没有看到很多那个掌声鼓励鼓励那个手手？好多人一直给你掌，你看一看，还有很多掌声鼓励鼓励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对，还是有一些人没有听过《鹿鼎的一心》哦，那这首歌真的很好听，对不对？很久以前你就是有听过这首歌嘛？对对，然后最近又开始，阿妈说这首歌很好听，就开始来练唱了。老师有教啦。哦，以前，但是已经隔很久了哈，应该有一年以上了。其实呢，你妈也是最近才听到彩唱这首歌，就这两天之前妈妈没有听过你唱。对呀，那我们来聊一下，因为有那个粉丝叔叔很想知道说，上次在巨蛋呢、啊，我们在五月四号去小巨蛋，对不对？那小巨蛋啊，你刚开始知道你要去小巨蛋的时候啊，哈，你有什么心情吗？有没有什么感觉？就是去小巨蛋的时候，对、啊、那个时候我就问我，就说大声一点。就是你问我什么？有多少人？对，他只问我多少人。多少人？哦，我就很紧张，我就问妈妈说有多少人。然后啊，我在后面啊，非常紧张。其实我跟你说，你问我多少的人的时候呢，妈妈很担心你很紧张，所以妈妈就跟你说啊，哈，就是跟上次你去红人榜海选就好几千人那个差不多。对，对，跟红人榜海选就是几千人。差不多啦，所以你就说那你不会紧张了，结果到现场，然后结果呢结果一开始我在后台在那边看到什么，好多人哦，很像芝麻一样黑黑黑黑黑的黑黑的，全部坐满了、我以为还有剩下空位，结果全部都坐满，我紧张要命，我就跟我妈妈说，哎、欸，仿题赶快给我练一练，然后就非常紧张，非常紧张，然后心跳蹦蹦蹦蹦蹦，加速，蹦得非常非常的快。你知道吗？妈妈是在楼下紧张到快流眼泪了。对，还有谁很紧张？你知道吗？就是妈妈、小虎老师还有我的姑婆，他们都很紧张，都弟弟很紧张。因为第一次在那么多人，有一万多个人的那个现场表演，真的是太可怕了。可是我觉得你已经算是第一次很厉害，虽然啊哈，还是有点紧张，小走音，对不对？对对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因为上次有一个粉丝叔叔啊哈，就在那个网络上留言，就问妈妈说，你为什么没有带那个耳麦？对。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都带耳麦？你知道那个干嘛的吗？就是爱看那个听音乐的，但是听自己的声音。对。但是我有没有？你没有带，因为妈妈跟他们说不用了。不是因为妈妈刚开始不知道那个做什么的，我以为他跟明示一样，就是跳舞的时候，跳舞的时候，对，才需要的那个耳麦。对对，结果在听，对，那是听自己的声音，因为那一天现场很大嘛，所以那个他的奏乐声音会非常大声，大到你没有办法在唱歌的时候听你自己的声音。所以还好，所以你那一天唱歌真的都没有听到自己的声音吗？就是没有。那你怎么唱啊？啊，就听那个听音乐，但是听不到自己的声音，你还是凭感觉唱。但是我在台上的时候，我的对面一个长方形，那个是字幕。所以你看字幕就唱歌。对。可是你为什么没有走音啊？啊，我就。就这样子唱，就这样子唱，对，所以大家知道吗？他就是这样子唱，对，对，哎，我们看一下有讲什么，巨星都要戴耳麦，他说巨星都要戴耳麦，我们是在不知道的情况之下没有戴耳麦，所以呢，事后你妈知道没戴耳麦的时候啊，的那个结果啊，我差一点吓死了。下次如果有这种大场的吼，我就知道要戴耳麦了，所以是尹妈的错，真是不好意思。还好那一天你没有大走音，不然吼妈妈吼会在下面晕倒。因为妈妈怕我唱错，就是多了一个，就是那个段落啦。对，可是还好。就是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，但是我唱的时候我是没有唱我。你这样跟人家讲，人家不知道，反正蕊。就是彩排的时候跟要唱的时候感觉不太一样，对，结果还好你会听音乐就对了，对，但是有字幕，对啦，你 pass 过去就好了。好啦，那我们聊到现在吼，我们再唱第二首歌好不好？好
歌。对，那第二首歌呢？为什么会想要唱会唱这首歌？你知道吗？因为很久以前啊，很多粉丝叔叔跟阿姨啊，一直不断的跟妈妈说，她很希望听你唱一个歌手的歌。对，就是黄以玲。对，很多人都觉得，哎，彩应该很适合唱黄以玲姐姐的歌，对不对？嗯。所以呢，这次呢，我们也特别选了一首黄以玲的歌，对，那希望大家会喜欢。那这首歌叫做什么？你自己介绍。无你的金杯。无你的金杯。那我们第二首歌就带给大家，请来宾掌声鼓励鼓励。来。谢谢大家，很喜欢听你唱歌啊！目前有200个人嘞，两百人，对。
休息一下。谢谢大家，刚刚妈妈在看很多人的留言啊，都说哦这首歌好经典啊，好好听啊，这首歌我非常喜欢啊，会讲这些话的人大概跟妈妈年纪差不多大。这老歌很经典，其实啊很多老歌新唱都唱的都是非常好听，对不对？因为很多首歌啊年纪都比你大太多太多。黄以玲姐姐呢，在妈妈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她在14岁她就出来唱歌，而且她唱歌是出来赚钱的。那她虽然她的那个在歌坛的经历已经很久了，可是呢她现在还是很年轻，因为她14岁就出来了。对，所以你要算是9岁出道吗？你9岁、啊、但是你要像黄以玲姐姐那么厉害啊，人家都每就是在一直练习一直练习，人家现在是天后呢，唱的歌非常天后。天后啊， 我都不知道。对啊，啊因为她是我们那年代的歌啊。对啊，所以那时候、妈妈年轻的时候，黄以玲姐姐的歌非常非常的有名，而且还有很多很多首歌都非常的好听，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再来学学别首歌好不好？对，哦，比我还大吗？对，姨妈还很年轻哦，谢谢大家。对，妈妈昨天啊哈，跟爸爸在看电视的时候啊，我发现我有听到，就是然后一个对话，妈妈觉得很好笑，妈妈想要哈听你原音重现给大家听一下，因为昨天啊哈，阿妈在帮你洗澡，对不对？对，洗完澡出来在吹头发的时候啊，然后妈妈听到一个对话很好笑，就是你在跟阿妈讲台语。对，我就觉得这个对话太好笑了。你要不要讲一下你们昨天在讲什么啊？你跟阿妈在讲台语啊？就是什么？好像要煮饭的那种。我煮饭就是。你要讲台语，现在是台语时间。现在是。你跟阿妈说啥？你怎跟阿妈说啥？你说你跟阿妈要说。一点嘛。你跟阿妈说你要学煮饭。对。嘿。阿妈叫你先做啥？阿妈叫我先。洗碗，啊，搁有洗菜，爱学洗碗，学洗菜，对。啊、阿妈，家来教我煮饭。阿妈讲搁袂使，啊，你搁讲啥？对啊。你要讲那个什么？这个年纪怎样？台语。啊，我这个，这个你什么？你对，就是这句话，很好笑。彩云说，昨天一直说吼，我这个年纪吼，为什么袂使学？然后阿妈讲什么天气？你讲什么天气呀？我就在外面一直笑，一直笑，因为我听得懂彩云在说什么。我再跟你讲一遍，我这个年纪啦，年纪，啊，无讲我这个年岁啦，我这个年，我这个年岁也不是3岁宝宝，你是咪在讲？对。年纪俩讲年纪啦，所以啊吼就一直那个阿妈一直在那边听不懂，为什么这个天气不能学，而觉得很好笑。对，彩现在真的很认真在学台语哦。对，但是我一直讲。没事，你现在讲。好。但是你安怎？但是我一直讲不出来。讲不出来，练习就好啊。啊对咩？嘿啊，后盖啊吼，迄个你的粉丝叔叔阿姨哥哥姐姐看到你拢会来讲台语啊。好，嘿啊，因为即摆若去迄个妈妈毋是拢会带你去咖啡厅写功课吗？啊，迄个老板叔叔的拢甲你讲台语呀。对，啊我拢应袂出来，应袂出来。突然间，国语模式要变成台语模式的时候，会应袂出来，对不对？对，但是吼，下次啊吼，如果大家要跟彩云讲台语啊吼，真的还是要慢慢讲，对不对？嗯。我还是有很多人说要听阿里嘎多呢，那我们下次再唱这个。对，因为阿里嘎多呢是上次在那个节目特辑的时候你有唱，但是跟傅凯哥哥一起唱，你算是只唱半首嘛。那我们再练习一下，我们之后再唱整首好不好？好的。对，那我们再看一下哦，很多粉丝叔叔阿姨想要跟你聊聊天了。对，叔叔说多讲就会了啊，台南腔很亲切哈、哦。对啦，我们台南的腔跟台北的腔没啥同款吼。什么？就是腔调，台北、台中跟台南的那个台语腔不太一样。那台北腔是？下次如果有台北的粉丝叔叔，你再请那个台北的黛玉叔叔哈，黛玉叔叔，那个对，彩云有个请求，下次你要跟他讲台语，他想听台北腔吼。对。对，那还有台中的腔调也来跟他讲一下。嗯。
对，多多练习。好，有人说你讲台语更可爱，所以你要恰恰讲台语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第三条哈，这首歌呢，爱唱一下无同款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无同款的歌要唱什么歌呢？歌名叫做什么？台语。怎么办？我们烂，不是，我们是烂，我们烂，嘿，无同款，这是国语歌啦。好了，国语歌介绍一下，国语歌第三首歌，我们不一样、啊，我们不一样，你看哦。因为没有人听过才唱这首类似的歌，对不对？我们不一样，这种曲风你也没唱过哈。啊，对啊，就大，就试看看嘛。就试看。对，那大家来听看看，我们不一样。三一两一前进，神马将将。哦，将，好 ，OK。那我们第三首歌来，我们不一样，请掌声鼓励鼓励。这么多年的兄弟。有谁比我更了解你？太多太多不容易，磨平了岁月和脾气。时针正念念着过去，这是空不散的宴席。只因为我们还在，只留在原地。张开手，需要多大的勇气？这片天，你我一起撑起。更努力，只为了我们想要的明天。好好的这份情，好好珍惜。我们不一样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。我们在这里。在这里等你，我们不一样。虽然会经历多痛的事情，我们都希望来生还能相遇。这么多年的兄弟，有谁比我更了解你？太多太多不容易。磨平了岁月和脾气，时间转眼就过去，这生不不散的宴席，只因为我们还在，心留在原地。张开手，需要多大的勇气？这片天，你我一起撑起。我们想要的明天，好好的这份情，好好珍惜。我们不一样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。我们在这里，在这里等你。我们不一样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很不一样吧？好，我们先坐着。好的。今天的三首歌啊，哈，带给大家，因为呢，一个月哈没有在家里直播，所以呢，就是请彩莹然后唱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歌曲。那彩莹真的也很认真在学不同曲风。对，这首歌真的不太好唱，因为那个大壮哥哥的歌就是吼、哦，他那个很特别的嗓音，唱起来很沧桑，就非常的好听。所以那个女版的吼、哦、就不是那么的好唱，对不对？就是刚刚那个我们不一样，就是高音高不上去，高音高不上去。对，因为那声音是很高亢，因为男生的歌要女生唱，其实本来就不好唱了啦。嗯，对，但是你还是要挑战，因为那要挑战你的丹田，因为小虎老师在看。
你丹田没 hold 住，等一下他可能就要在上面留言，就要留言了，说啊你怎样，不能丢师傅的脸。对，那今天是礼拜日嘛，你知道？对，我们要预告一下下个礼拜的活动好不好？下个礼拜，对，下个礼拜呢，6月1号才有外场的那个录影哦。那在哪里呢？如果有空的朋友的话，可以去看你。所以在哪里呢？6月1号礼拜六，那个超级夜总会。超级夜总会啊，你要在哪边录影知道吗？在哪边？不知道吗？屏东的枋山，屏东的枋山在垦丁那边，6月1号的晚上呢，采药路超级夜总会哈，那个相关的 DM 呢，尹妈会把它放在那个粉丝团上面，好，那有空的朋友哈，除了因为那边呢，听说离垦丁很近，可以去垦丁玩一玩，晚上可以来听彩盈唱歌，对。很开心哦，是很开心，是要去那边玩，不是要去那边唱歌吧？都好啊，都好啦。对，然后上次还有粉丝叔叔说什么时候去宜兰唱歌啊？还有人说去台东唱歌啊，就是比较北部的地方。当然，如果有机会，还是说刚好有人邀请的话，或者是粉丝叔叔阿姨有需要你来演唱啊，会才也是有接一些那个。结婚的表演啊，吼，庙会的表演，对一些那个婚礼啊，婚礼的表演，对，如果有需要的话，吼，再打电话给尹妈，对，然后彩盈呢有机会再去现场给大家听。好远哦，不会啦，啊，肯定就来玩嘛，住个两天嘛， 对， 对，那边风景好啊，然后对，因为呢妈妈那时候啊，吼，在那个超级夜，就是看电视超级夜总会，真的都还蛮好笑，你知道是谁主持的吗？就是那个。我以前有比过赛，就是碰格嘛。碰格吗？哎，碰叔叔。对。还有啊，那个什么？方脸的那个许孝顺。对，许孝顺。啊，还有一个。还有一个。女的，那个叫什么？那个之前演戏的啦。演戏。对，那个姐姐很，那个姐姐很漂亮。你要叫姐姐叫阿姨啊，很漂亮。什么丽呀、啊？突然忘记有谁还记得吗？有谁记得吗？有谁记得那个美女主持人叫什么名字啊？反正呢，就是请大家告诉大家，6月1号的时候，彩盈要接要去那边录影，好、哦，那一起啊！对啦，苗可丽啦啊、哦，都会讲。对，可丽姐，下次哦，你要记得打招呼的时候要叫可丽姐，知道吗？来，不要叫姐就好了，不要叫阿姨好了，因为她好、哦、姐啊或哥的哈、哦，对，这样子。听起来比较年轻，三立对三立台湾台是每个礼拜六6:30对，但是那个那一天是录影播出的时间还不知道，所以之后如果知道播出时间的话再跟大家讲。好的。对，好、哦，那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彩盈的直播。对，那你还有没有什么要跟大家聊天的吗？今天不错啦，算有讲很多话了啦。对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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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在慢慢进步嘛，因为大家都很希望听彩盈讲话，对不对？嗯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呢、啊、直播就到这边，好不好？好。对啊，那你要跟大家说什么 ？Say bye。Say bye， 太直接了吧。好了好了。你不能再一直叫神话一姐。好好。再讲一下，再讲一下话，跟各位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，各位。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下次见，下次见，拜拜，那我们拜拜，谢谢你，谢谢大家。